Undertale。大家好，欢迎来到 Undertale 实况，我是茄子鱼。在看过许多人实况这款游戏之后呢，我已经深深的爱上了，所以这是我第一次买游戏，第一次实况游戏，只是希望能和更多人分享这个好作品。而我这次也找来我的好朋友 Carrie 和我一起玩，虽然在第一集呢不会出现，因为某些纯原因，这一集呢会是重录的，但是别担心，从第二集开始呢 ，Carrie 就会登场喽，耶、yeah! ！其他关于这个游戏的介绍还有特色，我有另外做成一个影片，没看过的人可以点右上角的链接看哦。然后在此声明，这是一款全英文的游戏，但是我的英文程度呢其实是非常的悲剧，所以等一下的翻译大部分都是凭我之前看过的记忆翻出来的，那可能会有很多错误或是很多句子是混在一起翻，那请大家见谅，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在后置去做更正。最后呢，虽然我已经完全剧透了，但是我这次实况的时候我还是会尽量揣摩当初第一次接触的时候那些看到的想法跟反应，那看起来可能会有些做作，但请相信我，我是认真真心诚意的去表现做作。对，好，那说明差不多了，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这个一开始的页面就是功能介绍，就是 Z 或 Enter 是确认， X 或是 Shift 是取消， C 跟 Ctrl 是菜单，然后 F4 是全萤幕，然后一直按着ESC 就是离开，然后当 HP 是0的时候我就会输， OK Enter。 那现在要为掉下去的那个人类，就是片头那个掉下去的人类取一个名字，那我自己的英文名字是 Alice， 那我的好朋友 Carrie，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名字拼在一起，那就是 C A R R 在哪哦啊，然后后面是我的，is I she， 等一下 ，OK， 我去 Google 翻译好像是念 Caris，OK，、okay, fine， 虽然跟我一开始预期的不一样，但是没关系，确定吗 ？Yes，Yes， 哦， yes. Oh, 开始了，这是我。我好可爱，我有一个超黄的脸，而且我掉在黄金色的花上面，那这就是这款游戏的画面。其实我觉得看久了觉得还蛮可爱的哦，一开始就遇到小花了。 Hello， 我是 Flowey， 我是小花花花。你一定是新来的对吧？那么你一定非常的 confused， 很混乱吧？看起来必须有人教教你在这里是如何运作的哦。我猜就让小小的前辈我来帮你做件事吧。小小的前辈的我，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吧。哦，我是一个爱心，而且我可以动。看到那颗星了吗？那就是你的灵魂哦，在你一开始对你来说非常的重要。你的灵魂一开始很虚弱，但是如果你得到了很多的 LV， 你就可以变得越来越强壮喽。什么是 LV 呢？当然是 Love 啊！你想很多 Love 不是吗？别担心，我会分享一些给你哦。救命！来，在我们这里呢 ，Love 是精油，小小的、白白的、友情点点。OK， 你准备好了吗？来移动去接住它吧。OK， 我很听话。哎、欸，你的脸怎么可以变那么丑？你这个白痴！在这个世界，不是杀就是被杀，怎么会有人错过这种好机会呢？Who you die？ 他的笑声其实还蛮
OK 哦，一个火球把它打飞了。哦，出现了，这是传说中的羊吗？虽然我本人是看不太出来它是什么动物。OK，大家都说是它羊，它是羊。OK，多么糟糕的生物啊！竟然伤害如此天真又幼小的你。不要害怕，我的孩子，我是 Toriel，我是遗迹的守护者。在这边每天经过来看看是否有人掉了下来。你是长久以来第一个掉下来的人呢。来吧，我会带领你穿越地下墓穴。OK，你的嘴巴好可爱。走这里。好，我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走了。OK，那就进入。好紫哦，我喜欢，我好喜欢紫色呀！有个亮亮，我来查看。遗迹的阴影笼罩着我，让我充满决心。HP 回满，哦，是存档点。看，我们现在是 level 零，然后还没玩任何时间。OK，save，现在有3分喽。哎，这么久了。那我们跟着它，好多叶子。欢迎来到你的新家，无辜的孩子。允许我来问你，来教教你这个遗迹这边是怎么运作的。哦，解谜哎，它们开开了。这个遗迹呢，充满了很多的谜题。我们的祖先呢，把消遣娱乐跟门的开关就是融合在一起了，所以当你必须去下一个房间的时候，你必须解开很多谜题。那请你让自己好好的适应这一切吧。OK，选你。这里有个牌子，让我们看一下。只有无惧的人可以前进，勇敢的人跟愚蠢的人都不会走中间的道路。对，我又按到一次。好的，所以这个牌子就是在解释这边这个谜题，因为他刚说都不会走中间的路，那刚刚羊妈就是走了这四边，然后中间这两个他没有走，所以这样就可以解开这个谜题。OK，我想我懂了。为了让我顺利的可以通过这边，为了就是要通过这边，我必须按一些按钮，对，开关。但是别担心，我已经帮你把需要按的开关上面都标注好喽。OK，这有个牌子，请按 Z 来阅读这个牌子。我就是按了 Z 我才看到这些字的。OK，那这里有一个，请走在路上。我觉得他一开始都在弄我。OK，请按这个按钮 ，Toriel。OK，你做的牌，你的标示真的是非常明显，谢谢你哦。我想我看得懂。嗨，去按吧，按那个左边那个。那我按右边的看看。No， 你会需要按左边的那个哦。我甚至都帮你标示了。OK， 一样吗？OK， 对，按这个。好，太棒了，我真引以为傲，孩子。那我们去下一个房间吧。你人真好。作为一个人类，在地底下很可能会有怪物攻击你，你必须为这个情况做一些准备。然而别担心，让我们来练习一个简单的。当你遇到怪物的时候，你可能会进入Fight 战斗。那当你进入一个战斗的时候呢，其实你只需要一个友善的对话，这就是这游戏酷的地方，友善的对话。还有一些时间，就是延迟一些时间，然后我马上就会来帮你解决了。那我们来跟这个假人练习吧。
然后他刚叫我跟假人说话，跟假人说话，真是太好了！我跟假人亲。OK， 哦，我第一场战斗，现在我遭遇了 Dummy 假人，他看起来蛮……哦，我可以选 Fight 或是动作。可以 check 他或是跟他说话，那他叫我跟他说话，我就跟他说话。嗨，假人，你看起来不错。我跟假人说话，这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对话。超人看起来很开心，我赢了，我赢得零 XP 跟零的钱钱。非常好，你做得非常好。我做得很好，我跟假人说话，这个房间有其他的谜题，我很想知道你有办法解开它吗？这个房间，没东西啊。OK， 走。哦 ，Froggy， 那我来先 check， check 看看。Froggy 攻击四，防御五。对这个敌人来说，人生非常的困难。其实我也这么觉得，我跟你很有共鸣。你不错。哦，他没有瞪他，他就走了。其实我一直对这一幕觉得很怀疑。Toriel 好凶哦，他们都怕 Toriel。这是什么？西边的房间是东边房间的蓝图。我想我懂，我一开始就懂，真的，我第一次看到就懂，就是这边是西边的房间，所以我只要按照这个路线走，这个地上的路线走，我在东边，东边的房间也这么走就可以过去。我相信这是对的，但是我现在不能自己过去，所以我必须跟羊妈说话。这是一个谜题，但是来吧。牵着我的手手，牵着你的手手，我看起来更黄了，这就是所谓的对比。OK， 我是黄黄的亚洲小孩，你是白白的羊妈妈。这个谜题对你来说有点太危险了。还不会嘞，我很厉害哦，你看我知道怎么走，我超会。不要再回去了，我永远都知道怎么走是对的，我超强呀！音乐停了。你到目前为止都做得非常好，我的孩子。然而，我有一个困难的任务要交给你，你必须自己一个人走到这个房间的尽头，请让我这么做。你走好快哦！他不见了！天哪！为什么音乐这么的 funk？ 感觉我应该要跟着摇摆。等哦，这个房间好长哦，应该是没有东西，可以适合来思考一些人生的议题，像是我为什么这么的黄？是不是吃了很多香蕉呢？或是这边有一个柱子。Sorry， 又是你。我知道你在肚子后面。嗨，我的孩子，不要担心，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我只是一直躲在这个柱子的后面哦。谢谢你相信我。我相信你了，让你觉得很开心是吗？然而，我这么做有很重要的理由。测试你的独立，我一个人走过一个房间，超独立的。我一直都这么觉得。我有时候必须要离开做一些事情，那你可能要一个人在这边一会，请就是乖乖的待在这，就是对你来说去解决其他的问题太危险了。我有个主意，让我给你 cell phone 手机。
果你有任何需要的话，就是打给我吧。乖乖的好吗？我有手机耶，我要看一下，在这个地下世界竟然有手机，他们一定不是依靠网络对吧？一定是有一些其他先进的东西哦。我可以打给他，说 hello。好 ，ring。这里是 Torio， 你只是想要跟我说 hello， 好吧 ？hello， 我希望你觉得很满足了，嘿嘿。我只是打电话跟他说 hello， 你知道吗？其实我之前也做过这种事，就是打给别人，然后就是给他说早安或什么的，然后问我怎么样，我就说没有，我只是说声早安，然后就会被呛。啊、哦、天哪，我真是这个小孩跟我很合。然后我现在问问关于他，你想要知道更多关于我的事情吗？我想我可能没办法说什么呢，我只是一个又蠢有点蠢蠢，然后又担心太多的老女士而已。挂了，不用这么说，你看起来人很好，我可以叫他妈妈。 Hello， 嗯，你刚刚是叫我妈妈吗？哦哦，我猜那会让你觉得比较开心，来叫我妈妈，好吧？你想怎么叫就怎么叫吧。真的是蛮可爱的耶。最后一个调情，耶、yeah, ！我要跟杨咪咪调情哦。你看这表情，嗯，哦，多么可爱啊！我真想捏捏你的脸颊呢。你一定可以找到比我这个老女人更好的对象。OK， 回去应该没有了，太长了。那我们继续向前走。哦，他马上就打来了。Hello， 这是 Torio， 你还没有离开房间对吧？我对啊，还没啊。前面还有一些谜题我还没向你解释，那可能会对你来说有点太危险咯。乖乖的好吗？好哦，好哦 ，OK。那我们知道这是存档点，在这个叶子上玩耍让我充满决心。OK， HP 回复，哇，14分钟了，还蛮快的。我们跟 Froggy 说个话 ，Rabbit，Excuse me， 人类，我有一些关于战斗的建议。如果你选择动作或是攻击，直到你打败他们。他们可能再也不会跟你想，不，他们可能不会想再跟你战斗。如果一个怪物不想跟你战斗的话，拜托，施舍一点同怜悯心好吗，人类 ，rabbit。OK， 遇到第一个怪了 ，Winsome， 他巧巧有点怕怕的出现。我觉得他很可爱啊，可是大家都说他很可怕、啊。我觉得他超可爱的。哦，你是黄色的，我可以 check 你，攻击五，防御零。他实在是没对于战斗没什么想法。我没有选择，你没有选择。哦，你还蛮漂亮的、啊，你好，你的攻击好像蝴蝶哦。他不断的道歉。哦，不要道歉，你为什么你？我真的觉得你很可爱啊，我可以安慰你。在我还没说出第一个字，他就泪奔，流着泪跑走了。我赢了，我什么都没得到。好，这里有个入口。嗯，哎，好，这是一个。它上面写着拿一个，要拿一个糖果吗？拿了一个糖果，我可以按 C 来确认。OK， 糖果，怪物糖果，它会帮助我回复10 HP， 所以这是一个补血的东西。这看起来是不是没有添加香料 ？OK， 好，不错。好，那我就继续向前走。
哦，又遇到了 Froggy， 我刚刚有遇到你，可是羊妈把你瞪走了。那我来 check， 哎，我刚刚已经 check 过了，他说人生对他来说很困难，那我就赞美你吧，希望你觉得人生好一点。他听不懂我说什么，但是他还是觉得受宠若惊。哎，这么可爱，他脸红了 ，Rabbit。哎哎，我被攻击到了，但是他看起来不想攻击我了，所以他说不想攻击我的时候，我可以按 Mercy， 我可以 spare 他，宽恕他。OK， 我得到两块钱，不错哎，我觉得不错。哦，这好像一个眼睛跟很多嘴巴。哇，华丽坠落！啊，我遇到怪，就是你。OK， 我已经知道怎么对付你了。OK， 你不懂我说什么，但是还是受宠若惊，真是可爱。Yeah， 你打不到我的，我这次已经知道你的弱点了。便利，那我又赚到两块钱啦！耶，我上来了，上来了！哦，打电话来了 ，Hello， 这是 Toriel。有一些原因，我想要问你喜欢哪一个？肉桂或是奶油糖？当然是奶油糖啊，我超怕肉桂的。虽然很多人喜欢，但是我真的 so scared。哦，我了解了，非常谢谢你。不喜欢肉桂，对吧？不，其实 我不喜欢。我知道你喜欢的是什么，但是当你看到肉桂在你的盘子里时，你会把鼻子扭开吗？我会把我的眼睛扭开。好好，我了解了，谢谢你的耐心。顺带一提，哦，不，顺带一提，谢谢你的耐心。OK， 我相信你不了解我说的。我还是不要乱绕圈好了。OK， 是 Winston。那我再安慰你，但是我还没说第一个字，你就跑走了，请不要逃走。OK， 这个牌子，四个石头中有三个建议你推他们，但是我这里只看到一个，哎，一直对不准。OK， 哦，这就是一个解谜，哇，好棒哦，一下就过了。哦，更多的。的一瞬间就会知道该怎么做，我一定是聪明的那个，请不要站在叶子上，懂吗？各位，相信你们一定是聪明的人，请不要走在叶子上，这条道路很明显了。哎呦，我一直遇到一对 Froggy， oh my god， 他赞美你 ，OK， 好，一个脸红了，一个哇，吓我一跳。哦，死对了一只，还有一只呱呱。OK， 那你哦，赞美，我也赞美另外一只。耶、yeah, ，你也脸红了 ，No， 不要在我咳嗽的时候攻击我。OK， yeah， 死对了，这是两只有四块钱，那我们就上去，快速的走完这条道路。我很聪明，我很棒。你也非常棒、哦、我不想去看那个牌子，因为我知道他写什么。那个牌子上面写的请不要踩叶子。他没有，他写说你没有看到下面的牌子吗？因为当我如果我看上面这个牌子的时候，我就会踩在叶子上。 OK， 推哦，现在总共有四颗石头了。哦，新的，我遇到了一排成一排的 monster more。 欸，我一次遇到你们三个太多了吧，我可以 check 他，他看起来有点不太确定是什么，但是他没有大脑，他应该是很爱扭动吧。哦， scorch， 哦，三个有点多孩子。 OK， 他现在在扭动，那我模仿你，我躺着模仿他的样子，躺着不动。我觉得我更了解这个世界了。OK， 我真的，我其实蛮常哦哟，
那我对你调情，我摇动我的屁屁，摇，他也摇回来了，多么有意义的一段对话，好可爱哦，好可爱啊！我被攻击了，妈妈，我被攻击两次。好，我是贝尔他们，我得到两块，可爱呢。哦，哎嘞，这位小兄弟，有人说你可以推我吗？嗯？你说你是拜托我移过去 ？OK， 只为了你哦，小甜心。嗯，哦，你应该再过去一点。啊？你想要我移动更多？好吧，那这样如何？你有什么问题吗？不是走这里呢？嗯，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吗 ？OK， 我想我知道了。你知道了吗？哦，你知道了，很好。OK， 过去了，耶、yeah!。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只是一个脸黄黄的孩子啊！嗯，你希望我一直待在那里？哦，你真的是让我很累呢。会吗？不动也很累吗？哎、欸，我在这上面遇到也太危险了吧！好，其实我刚刚发现可以直接 spare 他们，因为他们的名字是黄色的。但是直接 spare 他们的话，我就不会得到钱钱哦，存档点。知道老鼠终于一天会离开洞穴吃到起司，这让我充满决心。上班，老鼠，哦，听到了吗？老鼠的声音，好可爱哦。这是起司，这个起司放在这里很久了，它粘在桌上。哟，其实我很喜欢吃起司哎，但是听说其实欧美那边的起司。浓重乳酪其实味道闻起来很臭，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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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他们走了吗？滴滴滴滴滴滴滴，这个鬼不停的说着 Z， 很大声的说，假装他在睡觉。OK， 你要强迫移动他吗？当然。哦 ，Nap step look， OK， 可爱的鬼鬼，让我们来 check 你。攻击十方是哎，蛮强的，他一点都没有幽默感。What？ 哦、oh, ，我真的是很有趣。不不，你没有幽默感，然后你说你很有趣，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哈！他还是在假装睡觉。那没有幽默感，那我鼓励你好了。你的眼睛一直闪烁，我给了他一个耐心的微笑。Yeah！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情，真的是很抱歉。什么？啊，他看起来好一点了，那代表这么做是有用的喽。我再试一试看看有没有变。我告诉他一个小小的笑话。我现在临时有点想不到笑话。笑话？你？可是我知道的笑话都是从你这个游戏来的，不行。也比较少条了，你这个是你的眼泪虫虫吗？就是我还是被你攻击了。哦，它看起来又更好了。哦，好，那我再继续。它想要秀一些东西给我看。OK， 我来你的秀。Let me try。哦，往上哎、欸。我叫它礼貌 ，Lucky， 希望你喜欢。的 ，I like it. Oh gee， 我通常来到遗迹这边是因为这边都没有人，但是我今天遇到了一个好人。哦，我又在自言自语了，我会从你的路上走开的。哦，消失了，很可爱耶，而且又有点可怜。烘焙房，所有的制作、哦、所有的收入都给真正的蜘蛛。蜘蛛赚钱啊！我有十二块，要放七块进去吗？好啊，可不试试看呢？有一些蜘蛛啪啪啪爬出来，给我一个甜甜圈。哦，甜甜甜圈，蜘蛛甜甜圈，蜘
蛛甜甜圈，哦，帮助十二比糖果多一点。用蜘蛛团做成。What？ 这是什么？听起来好恶心。18块。我不用足够的钱。OK。错过了吗？蜘蛛烘焙坊在右下角哦。我没有错过，我超聪明的。嗯，所有的食物都由蜘蛛制作，给蜘蛛吃，用蜘蛛做。天哪，我台湾国语好夸张哦。哎，好多 froggy rabbit。哎，我的朋友从来不听我说话。每当我说话，他们就会跳过，用按 X 来跳过。哦，这是那个，没错，就是按 X。功能姐姐有说 X 是取消，那我来按看。哦，不会你也是吧？干嘛这样？哦，遇到了 ，Vegetoy。看起来是一些二红萝卜，它是从地球来的。好，攻击六，防御六，一个怪物的大小还没得到某个什么，像是美国农委会还是什么认证。来不及摸到滑鼠，我觉得我快死了。然后跟你说话，哎，我才不会说话，白痴！嘿。你明明就跟我说话了哦，我要死了。我看不懂。那我吃晚餐，我拍拍我的肚子，它提供我健康的一餐。这是你的绿色哦 ，OK， 哦，绿色哦，补血嘞。他给我一个神秘的微笑，你的微笑一直都还蛮可怕的哦。我应该已经可以 spare 你了。OK， 哇，我得到4块，还不错哎。然后你 ，Rabbit， 我听说按 F4 可以有全萤幕，但是 F4 是什么意思呢？流星花园的男主角啊，是只青蛙吗？哦、，Bullfrogs，OK、okay。但是我在这个房间只看到最多3只青蛙呢，这真的让我很困扰。第四只在哪啊？只是我不太确定它确切的位置。Let me try。来，我不会动了，我不能动了，怎么会这样？我是不是按错键了？按到什么啊？OK。哦，这里有一只蚂蚁大小的青蛙在墙角对我招手，真可爱！我找到了。哦，终于到。Looks， 出现了，很近哦。那我来看看你，请不要找他查。他家族的名字是眼睛走路人，是这样分吗？请不要找我查。OK，I know。不啊！不快。好，不要找你查。终于有人了解了。OK。哎，你这个表情赞哦。这里还有一只青蛙 Rabbit， 我听说以一个人类来讲，你非常的仁慈。当然，是一个多么善良的人。相信你已经了解，当怪物的名字变成黄色的时候，你可以 spare 它，你可以宽恕它。哦，我知道。你觉得这个是一个有用的建议吗？非常有用。没什么用，我要选非常有用，因为我知道选没什么用之后会发生什么事。这真的非常有用，记得当就是 spare 怪物，就代表你不想战斗。也许有一天你必须 spare 他们，即使他们的名字不是黄色。有内涵的青蛙，他刚刚说
的话真的很有道理。Hello， 我只是突然发现我好像离开，就是有一点久了，来这边整理东西。我就是没有提这么快，我没有期待到，我没有预期到这么快就会有人来拜访。实在是有很多东西散落在四处，你可以把它们捡起来，但是不要带太多东西哦。有天你可能会看到一些你更需要的东西，那你可能会希望你的口袋里还有空间。OK， 他是来找我，就是我的物品，我看一下我的物品栏，我的物品栏，对，我的物品栏，我现在只有两个东西，那代表可能我东西有那个上限的限制，所以他叫我不要拿，拿太多。那我顺便看一下我的状态 ，Taurus Level One， 我剩下3 HP， 我必须快一点去存档回复 HP， 我现在有14块。我的武器是一个木棍，然后防具是一个绷带，好棒哦！好，拜托一下OK， 这个像蟑螂的是叫什么 ？Migas， 我不会念那个，它靠近了，我看一下可以可以 spare， 我可以直接 spare 那个旁边那个什么 Mosmo。啦啦 ，just be yourself。哦，他没有攻击我哎，他在跳电流舞，好可爱哦。他一点都不在乎这个世界，你看他的表情，好可爱哦。你这个可爱的蟑螂，我得到2块 ，OK。拜托，等等，我要先回去存档 ，Sorry， 我已经快死了。我刚刚已经去存好档了，那我们继续向前冲。哎呦，马上遇到，那是你们。Sorry， 我刚没看到你说什么。对不起，你刚说不一样的话，但是我没看到。对不起，我不小心按太快了。这有个牌子，这边只有一个开关。OK， 所以代表有很多个洞，但是只有一个是正确的。OK， 不找茬，终于有人懂了。我就随便走一个下来看看。哦，是你，我超喜欢你的，你好可爱哦。嘿，我从上面掉下来了，我起不来了。快走吧，让我一个人。等等，我也好像会飞，不是吗？哦，你飞走了，你为什么看到我才发现这件事？哦，上来了。我刚好看到出口在哪吗？我只是OK， 遇到你们很棒。我又按太快了，它是什么 ？Let me be in 什么啊？没有看到 ，Sorry。看到我只记得这边好像有个东西，我看到开关了，中间我找到一个绷带，拿到了，它是防具，防御三，如果我长得比较可爱，怪物们可能就会把我打得比较轻一点。还有道理对不对？如果我长得很可爱，我就不会被攻击。Make sense 哦，我没有在思考，所以我就按错了。Sorry。那因为这边遇到怪物的方式是比较随机的，那有可能我们就是会一直遇到怪物。那如果之后再遇到怪物的话，我可能会剪掉，因为重复的日子的话，那我就如果句子的话，你们可能也不会很想看。那遇到怪物基本上就是可以赚钱钱，赚钱钱可以买东西吃吃。天啊，我往前走。哦，这个房间，他说远方的门不是出口，这只是一个视角的转换。其实我一直不是听得很懂啊，但是就是这样了。他说的门就是这边。
我跟原本想说那边要剪掉，所以我不说话了。只是我就在我没有思考的时候，我又乱按，所以我按到逃跑。有时候可以直接逃跑成功，那有时候不行，还是要就是跟他战斗。这是一个随机的种子。那他这边写说，当我看到这个的话，按蓝色的按钮，那我就必须从这个房间按蓝色的按钮。这边我先不剪掉，我先给你们看一下，如果江郎先生发动攻击的话会长这样，因为他刚刚不是一直都没有攻击吗？所以我先就是让他吃晚餐，然后蟑螂说：“哎、欸，我还来不及看到，你看蟑螂的攻击其实蛮强的，但是当我如果把另外一个人，就是另外一只怪物史贝尔掉，只剩下他自己一个的话，他就只会跳舞，所以这其实是。”代表蟑螂先生，好了，我知道他应该不是叫蟑螂先生，但是我就称呼他为蟑螂先生。他其实就是喜欢自己一个人，我觉得这还蛮就蛮酷的。算了，我还是不要乱走好了。你看，但他就可以做他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酷的设定。就跟一些坏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做坏事。哦，然后他刚刚说按蓝色的，跟前面的牌子说视角转换，所以我猜想这边红色的跟绿色的都有，所以蓝色的大概是在这后面。要一个按钮吗？按。OK， 然后我就听到开关它的声音。这边呢？就比较好懂了。不过你看到的话，按红色的，这就还蛮明显的、啊，就是绿，不是蓝色、绿色、红色。我就直接按红色的，开了。哦，然后这边有两个隐藏的哦。然后说这边这个房间绿色的，所以我想说应该是直接应对应下面的。印下面的话，这边是红色，然后中间是绿色，然后边边是蓝色。所以如果这边是，所以如果上面这边是相反，这边是蓝色，那中间就是绿色。所以他叫我们按绿色，我就按这个。哎呦 ，OK。我第一次跟 Carrie 一起玩那部分的时候，我们卡关卡蛮久的，因为其实我觉得这算是这里面最难的一个解谜。我不知道可能思考的时候那个逻辑需要转换一下吧。还好我不需要自己面对这些。这边有两条路，我先走这里。那个青蛙 ，Rabbit， 只告诉你哦。刚刚看到 Cherry 要从哦，就在刚刚我看到 Cherry 要从那边走出来，他带了一些杂货，但是我不敢问他，他到底带了什么东西，我们都太害怕跟他说话了，真的。等一下，这 Cherry 到底，我只觉得听到这句话感觉很可怕，有个刀哎 ，Cherry 从这边出来。就比较还好一点，这边好酷哦！你看这边的风景，托瑞哦，你是好人对吧？哦，我天哪，我花了好长的时间呢！你看他带给我哎，然后他发现我在前面。哦，你怎么来到这里的孩子？你受伤了吗？来来，让我来治疗你。我不应该让你一个人待这么久的，为了给你一个惊喜，这么做实在太不负责任了。好吧，我猜我也没办法隐瞒喽。来吧，孩子，你隐瞒了什么？这是什么？这个树看起来有点像恐怖游戏。每当这个老树长出新的叶子，它就会掉下来。哦，所以底下那个，哦对，刚刚那个红色的是叶子。怎么那么可怜啊？
看到一个如此可爱的小房子在废墟这里，让我充满决心。Cute， 呀，这个蛮像一个脸的。哦哦，温馨的家，还有温馨的音乐，你闻到了吗 ？Surprise， 这是奶油肉桂派。哦，你都加了，可是我真的不喜欢肉桂。可是如果他加苹果的话，比较勉强可以接受啦。好吧，嗯，我想我今天晚上，嗯，什么 ？We 哦哦不对，我 mate 哦，我想我们应该庆祝你的到来，希望你可以在这里住得愉快。嗯，所以我大概晚上可能会做个瓜牛排，我一点都不喜欢瓜牛，我昨天在路上还遇到瓜牛，然后我都大叫。来吧，我还有另外一个惊喜要给你。嘿，等一下，你看这些柱子上面有三个黑点，跟我的表情有点像。我现在才发现，好可爱哦，全部都是我。好啦，一定是我自己想太多。哦，就是这个，哦，它牵着我，属于你自己的房间哦，希望你会喜欢。摸摸头，哎呦。你为什么要摸我头？啊，有什么东西烧焦了吗？当做你自己家哦。哦，你走了，我真的怀疑他会瞬间移动。他每次一走，我都追不到他，他我房间。哇哦，好橘哦！看看这些可爱的玩具，我一点都没有兴趣。哈哈，我是大孩子，我才对玩具没兴趣呢。的相框充满灰尘，有一盒孩子的鞋子，有不同的大小哦。有不同大小的孩子的鞋，代表这里有曾经住过小孩。哎，关灯嘞！哎，你有发现吗？音乐。现在是这个音乐，然后关掉之后会变得很像音乐盒那种。我喜欢这种。关灯睡觉，我可以上床吧？哎，哦，我趴着睡，这样会窒息呢。哦，那是我滑下来了。我找到一片奶油糖肉桂派。OK， 我得到了一个奶油糖肉桂派。哦，按错了。我在这，哎，我可以在这边跟他打招呼。Hello, this is Toriel. 你想要跟我再说一次 Hello? Salutations. 这好像是比较正式的说 Hello 的方式。这样够了吗？不够，哪够啊？我是怪小孩，这是啥？我从来没看过这一种植物。哦不，我看过这种植物，但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OK， 那这个就没有。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普通的桶子，装满关牛，超恶心！离开这里！天哪，不要装关牛好不好啊？好恶心！超里头的小椅子，它的名字叫做 Cherry 哦 ，Cherry 哦 ，OK。你还帮你的椅子取名，你真是可爱。你应该，这可以证明你是一个好人。只有好人才会为自己的椅子取名字。这是秋日的日记，要阅读圈起来那块吗？当然，偷窥别人的日记。为什么骷髅头会想要朋友？因为他们总是觉得很 lonely， 孤单。这是那个。这个游戏呢，充满了非常非常多的双关语笑话，那可能会需要英文比较好的人才可以理解。那我大概只懂几个，那其他可能我会漏掉很多。那希望懂的人可以自己心领神会。真的是需要英文好，这个就是骨头蹦跟孤单的 lonely 结合 ，lonely。好，剩下的页面都写满类似的笑话，看来你也很喜欢的笑话。这有什么吗？这是关于植物的，好像是百科全书还是什么图鉴之类的。我翻了到中间，
这个是香蒲，是一种水生植物，是吧？然后它的俗名叫做水香肠 （water sausage）， 听起来很恶心。你看看了里面，太吓人了，是 Toriel 的袜子抽屉，我快吓死了。这是什么？哦，是仙人掌。是最傲娇的植物，说的也是。我看看了抽屉里面有一些种子，花的种子跟断掉的蜡笔，看起来真的是小孩子房间哎。然后他说这个房间在整修。哦，镜子，是我，不对，是你，是我，对。这好酷哦！呀呀呀呀！哦，这就是水香肠。哦，这是我刚看的那本书。我刚刚还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我现在知道了。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爱这个游戏吗？它的细节真的我觉得做得很好哎。我刚刚来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这叫什么，我只知道我看过。哎呦，我进来了。但是我看完那本书之后，我长知识了。我长知识了，我真的学到了 ，OK？ 这是些历史书，我看翻开了其中一页。他说，当怪物被人类攻击，然后他们战争的时候，他们就一直不停的逃跑，因为他们已经被困在地下，他们就一直不停的往前走，然后走了很远，终于来到了这个地方，来到就是那个地下墓穴的尽头，然后就到了这边。然后，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新家。那我们把它命名为家。就算这么伟大的国王，他取名字的 Sam 就是那个真的是非常糟糕，超不会取名字。OK， 这是什么？这些工具呢都被倒着放比较安全。哦，看起来像园艺工具，像那个筏子。这火其实没有这么烫，所以。只是很温暖，所以我可以把我的手放进去。燃烧吧！我等一下这样跟你讲话。为什么我今天一直打嗝 ？Sorry。冰箱有一些原因，里面放着我认得的牌子的巧克力。哇哦，哇哦！有一些水槽里面有一些白色的毛。OK， 羊妈是你的，我的派。这个派的 size 太大，我没办法吃，所以我也没办法拿，真的很可惜。要不然我就可以拿很多布屑的。是那个瓦斯炉，但是它看起来很干净，看起来就是那个 Toriel 是用它的火是用魔法用的，所以它根本就不是用这个瓦斯炉的火。OK， 跟你说话。哦，你已经醒啦。我希望你知道，我真的很开心有人可以来这里哦， 因为你平常都一个人嘛，而且你戴着眼镜，我现在发现你就看起来像那个老奶奶的感觉，虽然你应该没那么老，独居老人。这边有很多旧书，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要告诉你我最喜欢的关于昆虫的知识吗？我甚至为你准备了教育课程。什么？我在地下冒险要上课吗？他说这可能会让你很惊喜，但是我一直都想当一位老师哦。哇哦，有梦想。我之前也想当老师，很久以前，后来想要当幼稚园老师，但是后来还是事实上其实没这么惊喜吧。哦，别这么说，你不要那个脸干嘛。哎对啊，这个脸才这我不懂，这里好可爱哦，你在干嘛？哦，但是我还是非常的开心，你能住在这里哦，你恢复正常啦。哦，你需要什么吗？没什么，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哇哦 ，OK， 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这样问会不会有点伤人啊？什么？这就是你的家啦。你想要听听我正在读的书吗？它叫做《72种瓜牛的用途》哦。
一点都不想听，我真的觉得瓜牛超恶的。哦，哦，哦，有没有取消啊？我不想这么快就逼你走，可是我真的不想听瓜牛的用途。那关于令人兴奋的瓜牛事实呢？你知道其实瓜牛有个很可怕的牙齿吗？这叫什么啊？角足，就是它的牙齿足。好了，其实我不知道，我看了翻译我还是看不懂 ，sorry。呀，有趣哈。好，他说有事再来找他，那我先去别的地方晃晃，看一下这边有什么东东。现旧日历写着2013年，这里呢，这边一些很旧的书看起来翻过了好多次，那我去地下室看看。哦，这里气氛完全不一样了，地板好紫，我好黄。哎哎哎，我想你应该在楼上玩哦，孩子。啊，我被拖上去了。No， 我得下去。谁都无法阻止我，我是哦，我为什么都会停下来等他？在这里玩很危险哦，我又被带上去了。我可以再下去一次吗？让我走。他说这边很脏，我们应该哦，我们会感冒。看起来底下有一些秘密哦。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想办法支开它，然后我才可以去底下？哎，嘿呦，我要怎么离开？我有事情要做，你待着哦。什么？你问我有什么事，然后我跟你说了，然后你就走了？你看，你又瞬间移动了，我好想从这边跳下去哦。那我来出来存个档。Yabby，Yes， 哦，已经快一个小时了。下去。哦，哦，你想知道怎么回家是吗？这条路的前的尽头就是，不是一直走这条路。哦，我到底要讲，我到底要讲什么？反正走到尽头哦，这条路一直走就会到达遗迹的尽头。唯一可以去到地下世界的出口，我现在就要去摧毁它。什么？没有人可以再从这边离开了。当个乖孩子上楼。什么？你要摧毁它？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妮不是好人吗？妈妈，每一个掉下来的人类都面临相同的命运。我已经看过一次又一次了，他们来，他们离开，他们死。你这个天真的孩子，如果你离开了遗迹的话，他们 Escor 会杀了你。我只是在保护你，你懂吗？回去你的房间。你说的是真的吗？我出去就会死。我回去我房间。我是个乖孩子，这条路跟刚刚那个条路一样好长，可是刚那边好像更长。好，我回去房间。那你会上来吗？我们一起来吃晚餐，我决定坐在这了。耶、yeah, ，关灯。我喜欢这个音乐。算了，我还是开灯睡好了。虽然我之前开灯睡的时候会做噩梦，我做梦过最可怕的噩梦就是，哦，我下来了。它会自动关灯耶，所以羊妈你有上来过吗？你还在楼下吗？我再去找你一次。这里好安静哦，小孩会害怕呢。哦，你还在？等一下，你刚有看到吗？我刚走过来一瞬间，他是看着我的，然后他突然转过身。OK， 请不要阻止我，请不要试图阻止我。这是你的最后通牒。No！ 哦，刚刚又一次，看我鸡皮疙瘩，好可怕、哦！你就这么想要离开吗？
你就跟其他人一样，不要这么说嘛，我又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我就是我，我又跟其他人不一样。最后一个方法可以解决，证明自己，证明你足够强壮，足以成存活哦。我跟你打，突然要挡住了路。哦，我要说一下，这段音乐叫做心碎，这段音乐有名字，它叫心碎。我觉得好烦哦。我们确认它。哦，攻击80，防御80，他超强的，他知道什么对我来说是最好的。知道，真的知道。这次都在抖。我没事欸，他看着我。那我跟你说什么吧，我想到任何话题。天哪，虽然我们高认识，但是没那么惨吧。我受伤了，妈妈呀，他在全部魔法攻击。我可以逃跑吗？我逃跑了，这样就对了，去楼上。哦，好吧，我又再一次去到楼上了，我是一个小孬孬啊，我觉得很害怕，我不想跟你打。不知道你们看这段有没有感觉，但是我真的觉得要跟他打真的是一件很……你们想想看，他从一开始就救了我们，然后帮我们赶走可怕的小花，然后就一路教导我们，然后就是对我们……哎 ，Caris, please.Wake up! 你是人类和怪物的未来。谁在跟我讲话啊？我又没有开灯，为什么还是做噩梦？谁在跟我讲话啊？再说一次。一样耶。Charis, 拜托，起来！你是人类和怪物的未来。我是圣之使者吗？好吧，看来我必须要去面对羊妈了。我真的原本想过说，如果能不能就一直待在这，然后就跟他快乐的一起生活。或许我不需要出去，我也不用回家。有时候我觉得待在这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你知道吗？羊妈就是不愿意，她就死都要挡在这个地方。哎呦，这次你看，你们看，你看到看羊妈的脸，看她刚原本是面对我的。我一定要回去慢动作看能不能解到内幕。准备好了？Take for you to learn your lesson。你到底怎样才会学乖呢 ？OK， 那我觉得是时候要就是来体验青蛙说的。就是有进展，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OK， 你看变三条了。No no no， 问号。No， 你到底在做什么？你到底在做什么？等一下，你会发现吗？我没有动。呼吸变得很深，急促。攻击或逃走，他的攻击避开我了，因为我剩两滴血，我快死了，然后他就不攻击我了。你到底想要证明什么？所以他其实是他真的是好人，他不想伤害我。攻击我或离开，你看他的表情，而且我甚至我想碰都碰不到。
闪开我的攻击耶。对不对？他的攻击就这样闪开我。他的表情哦，他很难过耶。我觉得我好像坏孩子哦。我知道你想要回家，但是烦欸，但是拜托上楼好不好？好烦啊，我觉得我好像我好坏哦，怎么这样？我保证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我也还蛮想跟你在一起的啊。你的表情好让我觉得我好难过。我知道我拥有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好好生活啊。为什么你要让一切变得这么困难？哦哟，嗯，拜托上楼去。啊，你不要哭啦。哈哈，好真可悲，不是吗？我甚至连一个小孩都救不了。哦，麦安内拉，不，我了解，你被困在这里是不会快乐的，以及。对你来说，当你熟悉它之后，你就会知道它其实很小。你不应该在这种地方长大。我的期待，我的孤单，我的害怕，为了你，我的孩子，我会把他们抛在一旁。哦，你为什么要讲那种话啊？真是哦 ，sorry。哦天哪！如果你真的希望可以离开，如果你真的要离开遗迹的话，我不会阻止你的。然而，当你离开了，就请你不要再回来。为什么？我真的不懂为什么。我希望你能理解。哦，抱抱，烦欸，干嘛要这样啊？再见，我的孩子。我想要跟着你回去啊！ No No， 我要回去找他，我要一路回去找他。尽管我一开始以为我再也看不到他了，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可以找到他，只是我要走很远很远的路。别担心，我会快转这一切，你们不必跟我一起走这么远的路。Hello， 我回来了，我回到最一开始了。羊妈，你在这里？天哪，我们一起看着花。嘿，呀，我们一起看这些花。这是黄金花，这是我掉下来的地方。OK， 我来跟羊妈说说话。别担心我，总是要有人来顾这些花。你就是跟我讲这两句话，我想带你走啊，妹妹。好吧，那再让我们瞬间移动回到一开始的地方吧，不是一开始，刚刚的地方。好哦，我们历经了非常漫长的路线回到一开始，然后跟羊妈讲完两句话，那我们还是要离开它，那我们要离开这个废墟，来到真正的地下世界。这会是一条非常漫长的路，所以我们就是重录的这一集呢，我们就会停在这个地方。那我现在录的位置跟我不见的位置就是有点重复到，那所以下一集的地方我会从这前面一点遇到羊妈战斗的地方那边开始。那我们第一集就结束到这咯，谢谢大家的观看。
那喜欢的话可以点个赞，或是可以订阅我的频道，虽然我大概只会发就是 Undertale 的实况，那其他的事之后再说咯。那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点鼓励，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款游戏，真的非常非常想要跟大家分享。那大家有什么心得的话可以在下面留个言，拜托拜托，谢谢啦。那这集就到此为止咯，拜拜。Thank you.